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对了，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粉丝福利，这是一块钱秒杀的五斤智力双勾车厘子，个头很大，颗颗爆汁，脆甜爽口，每日限时秒杀100份，你们也快点评论区链接抢一份吧。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易烊千玺，谢谢啊。当我家零食店被美食博主搬空是什么体验？最近我老爸进了好多零食啊，我们去看看有些什么好吃的。甜甜，谁呀？怎么是丫丫？哎，是那个夹子音博主丫丫酱吗？你怎么来了呀？来这年货了呀？早知道就不开门了。好家伙，这一来来俩贼，家都要被搬空了。来都来了，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冰淇淋巴菲冰，太好看了，主食就来个酸辣粉，来点小零食，哇，开吃呗。哎，这个酸辣粉好好吃啊，可以给我几桶吗？可以啊，这个外面卖好几十的，正好今天我给粉丝准备了新年福利，快九就能秒杀到整箱嗨吃加酸辣粉，还有安慕希酸奶，比我家店里还划算，你想要也可以点我评论区抢一份。吃饱了，今天又是亏本的一天。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